双冲掌推发出去，斜侧面它可以看得比较远一点，直接斜侧面一点，对。好，你看啊，我们今天用先示范，一个是正面推，一个是双冲掌，无风势必哈。那双冲掌推发出去，有没有要飞起来的感觉？有吧？再一次啊，双冲掌推得好，对方会飞起来啊，你看，再一次啊。你看他用这个动作去顶我，没关系。好，所以有了吧？好，好，另外一个是正面，正面的话就是直接手哈，刚才是搓，他现在是这样搓，刚才是由下往上搓，这是由上往下搓，对不对？也就是按的意思，来，由上往下按。好，那推发都要看时机，不是随时可以用了。刚刚好就是说。交手身体很僵硬，对不对？那帮他摔他摔不动，很僵硬，发他出去，有没有？来，大哥，啊，在对方身体啊，就说我现在要这样帮他摔，不动，他很僵硬了、啊，那怎么办？那就推翻他，有没有？是不是？他越僵硬越好推，砰就出去了。OK， 好，比划。先放你来试，来，来，太难了吧？不会，好，你先用双搓掌发他，双搓掌，对，双搓掌，双搓掌，啊，对，对，搓掌发他出去，哎，不错了，再来，没有我那么强，可能慢慢练会练出来，有了啊，有一点感觉不错，再来一次，这是要推发的一种，还是有用到力，你的胯。腰垮，腰跑掉了，对，腰垮做出来了，力量就很松。时机镜头歪了，嗯，来再一次腰垮，镜头有啊，哎，但是你手送的地方有时候是只是说要由下往上来，你看啊、哦，手是由下有点往上捅的哈、哦，好，侧面一点点，给他看到镜头，看啊。那上来，再来一次，人会往上飞，对不对？这来再会怎样、啊？会有那么恐怖吗？这样这样被推倒的感觉。谁啊？就刚好被推倒。好，你看啊，你看，手有往上，往上捅，这样往上。哎呀，往上捅。出拳不是要搓直的吗？对，弧走弧走弧弧度，因为我现在要把它发出去。所以拔根好像有点往上哦，要先拔根往上再往前，来看啊，有点往上你看啊，对，你看往上再往前拔根，所以更直接打了。对对对对对，要往上再往前，好，再试一次，往上再往前，往上再往前，啊，来都醒过来了，来，来再一次，往上再往前，他会吃到力，对，有点往上再往前，往一点点往上再往前。哎，这次就很好喽，懂吗？不错，对，你看是不是很轻松？你看啊，再一次，有点往上再往前，就吃它就很轻松。你看，往上再往前，啊，呼 ，OK， 你要思考。好，来，你帮他拿着，来，好，没关系，好，子衿来，再一次，好，来快，呼，来往上再往前哈，往上再往前，来，好，双搓掌出去。对，往上再往前，哎，直接不错，身形大翻倍，再来，先有点往上再往前，啊，还蛮顺的，哎，对，不错，那往上就是让拔根，再把它发出去，再一次，来，直接在旁边看我的啊，来，手搭着这样子，手。搭着的同时有点往上哈，你看往上，对，往上，再往前，有没有 ？OK， 好。